鉴定师来了，你知道他们的考试是怎么考的吗？我有什么业余？最后考试怎么考？几百颗的钻石平均挑20，要写出它的名字的成分。那你觉得，20颗如果答对19颗或者18颗就可以过关了？请锁定今天晚间10点超市金头脑。